就是因为制作人一直希望我比较放松一点，就是做自己的感觉。然后后来就是渐渐也跟工作人员变比较熟之后，我就比较没有在看脚本，就是比较知道大致流程，然后比较自然。目前印象最深刻就是被整的那一集。就是制作人还叫我唱泡泡虾，然后我还要在那边唱泡泡虾，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是他们就一直制造就是一个紫萱姐很就是很难很艰难就是很难仿的感觉，就是大咖艺人就对了。啊，他知道他艺人来找你了。啊，他是谁？他叫什么？你叫什么？你叫陈什么？陈思雅。有什么毛病吗？在发什么？他不然呢？你就莫名其妙嘛。这通告明明就上个月就跟我讲了，说要录，就后来又不录。昨天半夜然后跟我经纪人讲说今天要录，然后今天要录，明明时间巧就是10点到12点嘛。那十二点为什么12点还不让我走呢？那我后面还有工作要做，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我后面要录影啊，其他的时间就是现在啊，就不是啊。然后我就已经很紧张了。后来知道是整人之后，我就整个大放松，然后就受不了就爆哭了。现在就是希望可以先把主持的这边做好，然后未来的话也希望可以有更多其他机会，像是演戏啊之类的那种。然后也希望 AKB48TeamTV 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台湾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梦想，然后我就是很想要往前冲，就不顾一切的放下所有东西来台湾，然后来当一个偶像这样子。制作人跟我们说我们要组乐团了，然后我都真的吗？要组乐团了，这是我想了很久的事情，现在都已经慢慢的步向这个轨道。来台湾嘛，这次我很喜欢的国家，然后我想要给自己一个第一次然后又是最后一次的机会，然后让自己试试看。然后后来到这边我就很喜欢表演，我从4岁5岁就开始学舞蹈，所以才应该是舞蹈可以做一下很奇怪让人觉得很奇妙的动作。未来也是想要继续住在台湾，所以想要当个台湾观光大使，该有日本偶像的可爱，还有加上台湾女生的可爱嘛，就是我被前辈们的魅力吸引了，所以我就很想加入这个团体，我就很喜欢唱歌，所以就是从小就一直唱，所以应该是唱歌。我是 AKB48 Team TV， 每周二下午4点 ，Hello， 我是可可，记得要来看哦。